本期讲解一个视频号创作分成计划之今日话题啊，两种方法轻松 AI 生成原创视频，小白的话也能日入300块钱以上。今日话题视频类型就是到知乎上找到高赞的回答，他用截图和表情包的形式做成短视频发布了视频号啊。今日话题赛道操作方法简单啊，收益的话也非常猛啊，圈里的好多人都操作啊，有人在卖这个项目，收费998、1998，全部都有的。课程主要包括项目的介绍啊，以及如何操作，以及项目的总结啊，三节视频课讲得非常清楚，跟着操作就可以了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再来同样打个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今日话题，或者是生成原创视频 ，AI 生成原创视频就可以。